Lovely starshine lights my way to bed.今天呢，因为我们要非常符合就是意式风情，所以呢，我们就准备了非常简单，自己在家里面也可以动手做的料理，是意式番茄丁。准备的材料呢，有法国面包、小番茄、mozzarella cheese、大蒜、柠檬、九层塔，然后还有一些橄榄油、盐巴糖、胡椒粉、罗勒叶。我们就先来做面包的抹酱。其实这个抹酱就非常的简单，就是糖、大蒜跟橄榄油。如果你自己喜欢的话呢，其实还是可以加一点点的胡椒粉。这个呢，我们可以先拿一个做示范，可以先把它抹在这里，看你自己个人喜欢大蒜多还大蒜少，这样子就可以放进烤箱。第二个呢，其实也非常简单，小番茄、九层塔的叶子，一点点就好了，也不要太多。cheese 切成小丁状，你番茄切得多大，那个 cheese 就切得多大。然后我们可以挤一点点的柠檬，柠檬也是提味的，这时候我们可以加一点点罗勒叶，盐巴也是提味的，橄榄油不要吝啬，越多越好。我们再加一点点胡椒粉，大家可以看到现在里面呢就是呈现这样子的感觉。然后你要吃之前，跟刚刚的 cheese 小番茄还有一点点的大蒜橄榄油淋在上面，就是一个非常好吃的意式番茄丁面包啦。